哭了哭了哭了，真的。哎呦，气呀气呀！有一位真的，我想嫁给他。哦哦，不对时间，不对时候。人最悲伤的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老天也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哦，对啊。但是，对啊，我就是不给我爱情。然后明明知道说，对方也很好，然后大家都很好，就是时间点不对啊。为何梦见他？那好久好久以前分手的女孩，又来到我梦中。为何梦见他？这女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。Perfect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你看，哎呦，哎，感动感动感动！哦，哭了哭了哭了，真的！哎呦，气呀气呀气呀！没有了，气呀，你太好了，求你了！哎呦，有没有曾经有人？男孩在你的床上留下，不是，在你的梦中留下些什么呀？啊，感觉是有的。哎呦，我说真的，我一生当中哈没有交过一二三，没有超过三个。哦，可是呢，有一位真的我想嫁给他。哦哦。不对时间，不对时候。人最悲伤的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那个有多痛啊！哦，那个真的。没关系的，没有办法，这个天长地久，至少曾经拥有。没错没错，对不对？他有他后来这样，我很开心。对啊。哦吼！哎呀，真抱歉，我真的要把他唱哭了。就有那种感觉，我觉得缘分是这样子啦，也许是老天也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哦，对啊。但是，对啊，我就是不给我爱情，然后明明知道说，对方也很好，然后大家都很好，就是时间点不对哦，真的。对的，啊，你起码是开记者会。对对对对对。关起综艺节目，大家。感觉我跟你好明显关心，你怎么开始开记者会？看到的是，不要让大家误会。好好，没事没事啦，已经过去了。每一个人过去了，有感动，看会唱，看会唱，有感动的人，唱到心里面了啊！感动的人，这有多重要，对不对？哈，因为你的感动，我觉得真的，人生里头，你有好歌，你有好音乐，好朋友够就够了，对，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对啊，没错，我们都在嘛，对不对？